现在我们来到东石的温宅社区，刚刚先进到他们总干事的协会那边，他请我们喝冰咖啡，热咖啡。那整个动线也听到总干事讲说，之前淹水之后，整个都有人在重新做整建，那就考量到无障碍的整个的步道的平缓，所以进去了他们协会的动线上，轮椅是很 OK。但是现在我们来到他们协会后面的洗手间的部分、厕所部分，我刚刚想要进去的是，大家看到这样子一个走道比较窄，然后呢，我要进去呢，走到这个门口。门又不够宽，来，波波，琪琪，我是巧巧，对，那我巧巧过去了。对，电动轮椅的话，要一米四了，要一米二了，要够宽，要一米二了，从这边过来一米二。他转很多次，你录了没有？录了哈。从那边一个斜坡上来，这边做平台，这边下去，然后这里弄一米二的宽度，能拉门过去。那这个地方的高度跟以后做一个斜坡，这边还要做个斜坡？对啊，还是下去啊。就是外面是这里是高的，外面是平台，所以它是缓缓进去有落差，这边再下，哎，做斜坡。